媳妇在墨子的，公安也在机场在做做洗牌饭。哦，就是在整个水晶店就我说的，对吧？这个还是洗牌。嗯。整个了大概叫俺娘下来吧，下来到后庄在这给你外拜天。别了，把这事儿当事儿当事儿。叫小伙儿把俺娘带来的。啊，一会儿带整个老山的。啊，上去把俺娘带。整个活了。在脚上不？你上去，你先背。没脚，是一脚啊。上来带你们了，都是啥去？都是山面饺。山面饺是啥来？这人带我了，天天都走着玩。老常说我整过山面饺了，我说这个洗干净，我上来。哎呀，天啊，都这样上来带我，这俩姐姐啊，去啊。哎，你看看俺弟夫，俺弟弟做我洗寒饭来，对你那是应该的，是呗？这礼金，这都是金的好处。有点啥事了？哎，一觉到了，你看俺弟夫做饭来喊你赶上吃。这主要是今天上来带也不也挺省事的。哦，到你下去。我不，俺做中饭来的。
他做成干啥？他俺不俺炒菜来了，见一会儿咱主场都下来，你咱娘愿意上家去吧。那这行了，那也不得上来吃点给我上。俺不，你可把俺爹，俺不俺也知道家里有谁，面我能整。那走，叫拉点。那你去吧。走，叔叔有事去。好好的把俺娘照顾好点啊。哎，家里没成，又是叫上成，要吃一遍了，再回来再成能。修理吧，修了一会儿了，那个吃。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啊，你家挺好。啊，真是这么多人回来，吃了好吃呗。好吃，你看，看不好吃，哪都看都好吃，哪也管得了，挺好看，挺别好看。好吃，嗯，这是也不上好下去，对，这个还是好吃，比咱那家，买点也挺好，这确实便宜，能看见还是特别明白。